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已知小 A 是二户三，小 B 是户四，他要你求什么呢？小 A 减掉小 B 向量，一减的话，二减户四是六，一减是户八，所以小 A 哈减掉小 B 哈，取决类值，这个等于多少？根号六的平方加八的平方，哦，户八的平方。实际上也是八的平方，这个这100开根号刚好是10，哦，6 8 10，好，所以呢答案的话是等于10。